往前一点呢。Hello, hello。Hello, hello, 好久不见。好了好了，我身体已经完全好了，谢谢大家。前几天确实是有一些不太舒服，想要为什么那么严肃？咱俩脸差好大，你脸好小。你是大脸妹，怎么感觉像今天呆呆的？我本来不就是一个就是呆呆的人。我好点了，我已经基本上完全好了，已经。细菌感染了，细菌感染了就发烧了。我衣服上的污渍，这个是刚才吃饭的时候见到，这样子就没有了。嘴怎么又破了？我不是前几天发烧了吗？然后一直上火，头发，然后就上火的时候就嘴巴就会起皮，就这个样子。我又瘦了，我瘦了吗？没有，我感觉没瘦，可能我应是，该是今天洗的气，但头发蓬起来了吧，应该。头发像今天头发比较蓬松，可能显得脸瘦。我来帽子遮一下吧，但是，你觉得呢？不用吧？真的吗？那你戴个试试我戴个那种鸭舌帽看一下。他戴帽子去了。哎，他怎么进来了？没关门啊？关了呀，你不是又进去一趟吗？他出来了吗？谁进去了呀？五脏。你把他搞出来啊！他在我们的房间里床底下。尿了一会儿。猫没好，猫就是之前得的病都犯了，猫癣呀，那个杯状感染，就是。这都又犯了，应该是搞去寄养的时候就是受冻了，免疫力下降了。他出来吗？他出来了，小次郎进去了。小次郎不用尿，不会尿，不用担心。他出来可重，我就怕。你怎么把他吸引过来出来的？我就一直喵喵叫，他就出来了。真的啊？对啊。一直喵喵叫，现在小次郎在里面喵现在小了，次郎开始叫了。谁要备孕，老婆要备孕呗，我也快生了，反我刚刚，你为什么一直在动头发啊？长眼睛了，今天头发不太好。我们要把它也放出来吧，我觉得，它一直在喵喵叫。对，就是你给它开个门缝，它自己就跑出来了。可是五脏进去了怎么办？你就是要腿挡着点五脏，不要让它进去。喵，喵，喵。出来。刚才有人连我们，谁呀、李亚华。啊？哦，那连一下吧。哦，我刚才抓猫，Hello，我的猫跑进去了。我刚抓了一下猫。哎，你们回家了呀？对，我前几天陪它回东北了，然后我前天才回来。我看你们去三亚玩呢。对，我们先去了三亚，然后去了东北。年前去的三亚，人应该很多吧？还好，我们去的可能比较晚吧，因为快
过年了，所以基本上都回家了，然后基本上没什么人。这几天应该比较多，这几天过完年了可能人会比较多一点，但其实也不少，人也挺也有点多，嗯，但是比一月开始都很多。嗯，玩吗？今天好啊，我好久没有播了，已经很久没播。那你说惩罚呢？很久没播，就是最近有什么流行的惩罚？嗯，我也不知道。最近流行的惩罚都是输了，就是在小区围着小区裸奔。真的吗？不可能吧？最近玩这么大吗？你家只有你们俩吗？还是？对，我还有两只猫。嗯，一家四口。对，有什么？有什么惩罚吗？还是我们结尾说？结尾说吧，不然我想一想。好。那我闭麦咯。好好好，闭麦咯。你也想一想跟他玩什么。我不知道啊，哎，刚才外面帮一声什么东西，应该可能是他把什么东西撞到地上了吧。那个盲盒会不会有可能泡泡玛特？有可能。我最近就是，我不是前几天回来，昨天回来不是发烧了嘛，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哎呦，他好像又瘦了一圈。他身体像个小火炉似的，发烧了是吗？就是贴着特别特别的烫。那你还要吃，你还要那个，你真的很过分，家人们，你们真的一定要去，那个围巾上面。他是不是在尿？没有，他尿的时候我把它竖起来了。一定要去围巾上面看一下他这几天做了多过分的事情，太过分了。他竟然说发烧的时候是烫的，就会很，就知道我的意思，真的非常的过分，我真的有点受不了。我就是因为他，我昨天直接直逼了40度，非常的过分，搞得我其实我昨天就应该播的。结果昨天让我就是有一点点的措手不及，猝不及防，整个一个体温回升。哪有啊，明明是就是我现在已经好了，我就是很快，我是那种一生病它可能会很严重，但是好的也很快的那种。嗯，批评一下小杨这么久不见我直播，是该好好批评一下他。我觉得武藏是不是太久没出来了？他现在，他不一直在外面，他没有在笼子里。对啊，他是不是太久没有到客厅里面去了？怎么了他？他今天很活跃，你发现了没有？那说明他们两个人病好了，嗯，挺好的。我们的两只猫猫，因为我们不是前几天我陪他回家了嘛，然后一直送到寄养那里，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接回来的时候他们是各瘦了5斤，然后就半五斤吧，总共才6斤。什么6斤？3.1哦，半斤，各瘦了半斤。对，3.1公斤。对，瘦了多少斤？0.5公斤。瘦了0.5公斤。瘦不，没有没有，瘦了0.5斤。瘦了，对，瘦了4两左右吧。瘦了0.5斤，不是那个6-7两左右吧，就是对。反正然后我就是一直把它关在笼子里，因为它不是有点不舒服嘛，然后今天把它放出来，它在外面一直叫，我不知道它在叫什么，但是我们不开门没办法，不开门我们房间没有信号。谢家小星星备孕什么意思？看某博。对，大家点点粉丝团，点点粉丝团，还有1分半，还有1分半，你坐起来一点。但是大汗淋漓就是对感冒有好处，并没有好吗？我就是大汗淋漓了之后，我就直接直线上升到40度，没给我一点缓冲的时间。本来前一天还是39，然后第二天大汗淋漓了一下，直接就到了40。谢谢木哥等一号，谢谢武龙，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惯着小羊，不惯没办法，自己选的弟弟。自己选的弟弟没有办法。谢谢点点滴滴的一窗心意，谢谢草草的小老虎。那两只猫真的是相依为命，他们就是我们
我们出去陪他回家的时候，他们两个感情突飞猛进，升温了。他们两个再也不要抖腿，不打架了。是 important 深海明珠，我真的，我现在感觉我像他的妈一样，就是每天都在监督他，不要老摸头发，不要做小动作，不要抖腿，跟妈妈语气和蔼一点。家人们之后我全部都已经剪到 vlog 里边了，我跟他妈一起声讨他，就是咱就是说小杨的妈妈还是更爱我一点，就是我们一起说小杨的坏话。那些片段我都会给剪掉，不可能剪掉的，我全部发出来。我昨天只是我昨天不是没有播吗，其实我就已经在剪视频，但是我剪了一半太困了我就睡觉了。嗯，谢谢关注，谢谢关注，谢谢烟火，我们还有十秒钟。皮肤真好，他们上票了，家人们，还有五秒钟。我们两个什么时候领证？我努力一下。谢谢蓝天一三一四，我们谢谢大家，我们谢谢木哥，谢谢点滴滴，谢谢早早，谢谢蓝天，谢谢 important， 谢谢张云哥、小杨、一安，谢谢 coco， 谢谢我的小精灵，谢谢一起来看星星吧，谢谢默朵，谢谢大家。我开一下麦。什么时候发？明后天。Hello， 我搜你们的聊天记录吧。啊，聊可以吗？可以。谁的手机啊？他的手机啊，我的手机在这里播呀，我怎么用？怎么搜呀？嗯，我先就搜关键词，我先搜个，哎，后置一下吧，我想看手机、啊。哦，后置啊。行。那等一下，我举着，你举着，我们应该没有什么不能聊的吧？我不会搜太那个，你们放心。嗯，哎，他怎么又回？哎，嗯，你往上去。嗯，搜吧，说吧。洗澡，小时候。洗澡。哎，好像真的从来不聊这个东西。我们好像不会聊这个吧？啊、哦，我们都是给猫洗澡，我们是给猫猫洗澡。哎呀，浪费了一个问题。我刚刚是说可以说十个，是不是？哪里有十个？你说三个。嗯，想要说个想要。我们这个有点危险。可以想那个小猪，我们也没有、哎，我们天天在一起，能不能就是又问一点有技术含量一点的？你们平时怎么说话的呀？我们平时面对面说话，对，基本从来就是不分开那种，就是、对，就分开。最后一个大家说呀，搜什么？前段时间上班的时候分开了，嗯，但是基本上也都是比较最后一个了，帮我想一想吧，我不知道要搜什么。亲亲没有什么好搜的呀，亲亲不要亲亲，他不会，他没有叫过我亲亲，他说亲亲，哦，亲亲啊，亲亲好像也好像有这个，好像有是有，但是我搜个坐字吧，就是做饭的坐，哎，我们也不坐啊，我看到你说了一个不坐是什么意思啊？等一下。认真看一看，我看看是什么，不行，看这个。好，那我不要点进去，我就看一下那个坐姿有什么东西。就是也蛮正常。这个是一个鸡汤。就是、哦，不看鸡汤，来滑走滑走，不要看鸡汤，往下拉往下拉。那个是你做吗宝宝？你做吗，宝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做，问我今天做饭吗？今天。哦哦，那往下拉一下，我看看。没了，做热玛吉。不做是什么呀？不做就是意思就是我今天不做饭，就是出去吃饭。哦，行吧，我看看是几月几号一下。不做是11月26日。
哦，可能是因为25号圣诞节，就刚做完饭，有点累，是不是？嗯，好像是吧。什么15分钟？那是什么东西？我都记不住了。十五分钟好像是他那个啊，15分钟是你做那个科目一是吧？科目一的考科目一考了15分钟、嗯，轻松高分过。嗯，是。哦，行吧，行吧。对啊，我们就是我们非常纯洁，非常的纯真，我们就是没有那些就是。我也要考科目一了呀。你也要考科目一？我今年打算去学车。哦，15分钟就可以考完吗？我就是我刷题刷的比较多，所以就考的比较快一点。嗯。哦，行吧，就还是慢慢的考，感觉会精准一些。对对对。但是我就是玩快一点考，嗯，因为我就是一个比较讨厌浪费时间的人，就是能快一点考完、快一点完事的一个人。哦，能理解，能理解。嗯，行，那你们去玩吧，新年快乐，好，新年快乐。我也，说说这个，应该是没有。没有，我们很纯洁的，我们纯真，我们就是这个快餐，我就是这个快餐时代小伙慢炖的粥。差点被他带沟里了，你被谁啊？他问你那个科目一的时间，啥意思？你没听懂吗？还说你科，嗯，大家都说是你是15分钟，怎么可能？哎呦，你是不知道什么叫超长待机啊？嗯，你们是不知道什么叫超长待机啊？家人们，真的是科目一的时间那个15分钟，真的没有骗的，高分过呀！你们联系一下前后语境啊！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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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证明一下啊，真的做啊做，这个真哎，纯洁的时候就是太纯真了，就是咱就是说太纯真了，所以就是生病的时候也要自己做饭，然后就是做给自己吃，给自己熬一碗小火慢炖的粥。不找了，家人们，就是。真正生猛的人不需要向这个世界证明什么。你好吓人啊你！你根本就不是小火慢炖的粥，你就是大火烹饪一杯速溶咖啡，你就是一杯速溶咖啡。我大火烹饪，家人们。嗯，周明俊连，我们连一下。他怎么又连了一遍？挨打。哎，我挨打。嗨。嗨，好久不见。我还在。吗？什么？回杭州？回家了，我们回家了。我们前天回来的。这样你们家有冰墩墩吗？没有。你有吗？不是说我没有，都断货了吗？已经。我想有一个，但是一直都没有。真的，我感觉北京会好一点的。没有，北京排队都排3公里了。真的，那我们更不可能有啊！我们就已经差不多与世隔绝了。杭州这里天天下雨。我知道姐夫有8个，他也不愿意给我。姐夫那8个都限量版的，都8个不一样颜色的。他怎么弄到8个的？他是我也去年我弄到8个。姐夫真的是一个杭州下雪了。杭州啊，今天早上下了，就是西小雪下了下了，后来改成下雨了。对，我起床的时候已经是雨了。好吧，那在北京就有啊，路边还有没有化的雪？一点点，一点点。我本以为我在北京我会进入那种天天下雪的那种，结果没有，不的一种感觉。结果北京没有积雪，北京就在山。可能十几二十年前积雪比较大，这几年可能就是不怎么下。对，我去年在北京的时候好像也没有看到过下雪，不知道。就连我老家现在下雪都比较少，就是不是比较少，是变少了，没有我小时候多了。嗯，对，我这次陪他回家就感觉东北我就没有看到过下雪，就我最后走了一天下雪，路上还是有积雪的，这个是有。但是挺好了，我不喜欢下雪，我喜欢晴天。
下雨天可以去玩雪，我贼喜欢玩雪。我也很喜欢下雪。我也是。咱们玩什么？这么久没见，我们多久没见了？我们好久没见，好像从1月20，我们是24号出去玩的吧？然后好像后来就一直都没有直播。我们也想出去玩。可以啊，你可以啊，趁着过年出去，趁着过年还有几天假，能出去。我跟大家说，我上次不是从呼和浩特回北京嘛，然后我就是我进那个车站的时候，北京的来，然后我就真的感觉到我就是被一个当就是像一个囚犯一样，就是被压着过去，过了5道安检，我鞋袜子都脱了。对，因为他冬奥会嘛，所以可能管得严一点。对，杭州也是。玩什么？我们玩什么？结尾说吧。看聊天记录。好没有戏。你刚刚被姐夫看完聊天记录，那就行吧，我们两个互相看吧，咱们。我们也帮为他看完。对，我们也帮为他看完。我就觉得听听那聊天记录会很有料，怎么真的？我非常纯真，姐夫就非常失望，他铩羽而归耶，他。真的吗？那我们问的词可能就不太一定，就是那个。太可怕了。那就结尾说，要不？那他不聊天记录也可以，那聊天记录吧。那我们重看吗？行，都行。好。好，那我闭麦了。好，那我也闭麦了。哎，咱们家的猫怎么还有喝粥的那个声音啊？因为它在喝水啊，小桑在喝水。他们都是用舌头舔，但是我刚才听到了一声，吸溜一声。坐起来，摇驼背。武桑在外面干嘛呢？在外面叫，嗷嗷的叫唤。我把它抱起来了。抱起来吧。但抱起来它也会马上就出去。估计它都是在找那个什么。它不会在外面。它在找那个。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为什么我怀疑他在外面到处喷？不会吧？有可能，我感觉吓人。想看什么？我们的聊天记录真的没有什么看的。我们天天待在一起，就不太用微信聊天，我们都是面对面沟通。我们连过年都在一起。对了，家人们，昨天晚上武藏做苟且之事被我……不要说你干嘛？你要干嘛？你是不是想让我被封啊？好可怕呀！没有没有，我不会明说的。不要不要说，给孩子留一点面子。但是武藏昨晚就被我发现了。好可怕呀！小杨最近很奇怪，我不知道他魔障了。小杨，武藏大师破戒了吗？破了。不说了。我喝口水，宝贝儿。他怎么进来了？他在外面叫唤了半天，进来了。发现没有他想要找的东西，他又进来了。武藏很可怕，昨天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不能细说。对，跟小杨一样可怕。啊！怎么跟我一样可怕？你扶耳过来。我看一眼微信。怎么能和我一样呢？和我不可能和我一样。怎么老说悄悄话？因为就是，因为我是一个 a secret make a woman woman。我们看过柯南没有？就那天小杨说我的秘密多，就是说我老不给他看手机，我老不给他看朋友圈。然后我当时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起那个柯南里边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不看柯南。贝姐，贝尔摩德是吧？贝尔摩德给那个谁说？给柯南说的那个，是给柯南还是给谁说的那个？给柯南说，跟小 I 说那句话 ，A secret make a woman woman， 秘密让女人更有女人味。我就跟小杨说这句话，小杨还没有听懂，小杨真的很接不到我的梗。小杨，我知道啊，翻译成中文就是我曾经在 vlog 里说形容他的一句话，就是一个满身秘密的帅哥。这个帅哥全身都是秘密。
把麦开开，我的 vlog 再剪了，因为我本来是想我先剪那个三亚，还是先剪过年的那个，然后我昨天考虑了一下，我就先剪了过年的那个，因为就是三亚的，我感觉就是时节有点不太对，就是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有点奇怪，但是确实三亚的可剪的东西比较多一点，因为三亚就是因为我们拍的多，对，拍的多，因为首先天气比较暖和，对，回老家之后就是因为他妈妈在，因为我们一直在他妈妈那里边住，然后再加上，而且你出了门根本不想碰手机，太冷，真的不想拍，嗯，不想拿手机。我们还有一分钟，我们就是众筹运筹帷幄一下。今天几点下播？我今天再播一下吧，播到12点吧。谢谢木哥的春节快乐，谢谢一起来看星星，谢谢小十七，嗯。谢谢木哥的枫叶，不是，是小老虎。哎，他上来了，他上来了。生日的那个呢？生日的那个。新年快乐。生日那个，我记得我发出来了吧？姓 important 找他明珠。我不知道，我就是太多素材了，我的那个相册里。我去三亚还删了一波我的内存，因为就是我的那个储存空间满了。我帮你剪一剪。人家不想包，人家让我包，我的儿子让我包。谢谢木哥的热气球，谢谢木哥的热气球。他们上票了，我们还有八秒钟，家人们，我们还有八秒钟，我们运筹帷幄一下。嗯，谢谢彼此的梦幻热气球啊，就输了，老公，没办法，难过，又要被看聊天记录了。我们谢谢木哥，谢 important， 谢谢玻璃心少女，谢彼此，谢麻团，谢谢来看星星吧，谢谢杰宇轩，谢谢香草拿铁。谢谢 Sylvia， 谢谢 Omiro， 谢谢大家。看一下，我发到哪里了？可能忘记发了吧？可能。哎，那个，谢谢冷姐，谢谢冷姐，谢谢敏赫，谢谢竹木姐，谢谢小月 ，Sherry， 谢谢黑猫，还有玲玲啊，谢谢 Kimi， 还有安安，谢谢，谢谢。好了，我已经开始期待起来，就我们都已经想好词了。什么？你们真的很坏。但是可能说吧，真的没有，可能真的会让你们失望。等一下，我把它扣一下。谁说？好，那我先，你先说，你先说吧。我想收，我想主人，主啊，我们好像主人，这个真的有哎，老公，就这个。我操！啊啊啊啊！好了吧？可了不得，可了不得。那下一个打什么打这个打，我得看一下啊，这个都是给猫买的那个，还有那个打我看看打不给我们看，给我们看，解释起来了，打解释起来了啊，回答啊。姐夫果然就没有查到什么，我们就很厉害。我那查狗狗，但是刚才有一条，怎么查打一个字，狗狗打一个字。你要是这个应该没有吧？刚刚那条就有查狗狗会能查出很多东西的，我感觉。哦，这个有。嗯，这个真的有。我看到了那个 救命！姐妹们，看到了姐妹们，我说了很直吧，姐妹。我们俩的脑子真的好可怕呀！啊！什么呀？大哥，我看看。姐妹，姐妹们，你说你要喝那个？啊！奶茶，奶茶，奶茶是奶茶。救命！姐妹们，救命！命了，姐妹们！干嘛呀？不是奶茶。别的，你放回去自己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干嘛呀？人都不见了。哎，我想知道姐夫他搜了什么。姐夫搜了个坐。做然后搜了个什么？洗澡？
不是啊，老婆也不说什么，是我们不会说，就是就是我们基本都不会说的字，就是太不劲爆了，没什么意思，我们就是都不太屑于说要那种词，要还是什么亲？那我们三个都蛮劲爆的，我觉得你们好可怕呀！你们真的是，你把聊天记录发出来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不是加了那个好友嘛，然后就看到你们有时候会发、那个。什么时候加了好友？我们有加好友吗？没有，是你自己抖音里会发的、哦、对好吗？抖音里，然后我们就知道了你们两个是什么风格的，然后我们就往那个风格上想，然后就想到了。啊、你好可怕呀！我就说，我记得我加了好像就拔鱼加了我的好友，好像就是拔鱼就拔鱼大鱼，而且我朋友圈真的很清水的，我朋友圈发的还没有抖音发的多，我朋友圈就是那种、就是非常的清水的那种，嗯，我就想说我应该不会暴露什么吧，我平时就是被人猜到了属性，还蛮那个的，被人猜到了你的属性。好刺激、啊，好刺激啊！哎呀，然后喝口水呀，就很猜，真确实是猜到了。下次还想玩这个，下次就是再看两条吧，往下翻再翻两条，真的很不敢了，我真的不敢玩这个游戏了，这太可怕了。远哥背书的时候就是一目十行，所以说刚刚轻易放上去，我基本上啪啪啪全看完了，是不是？我还想说我再滑一下，我看有什么不好的，我再滑掉。你也我都看见了，说实话，你刚刚就翻过去了，我都看见了。好可怕！下次联系之前先删一下聊天记录，删成那种就是工作状态那种。你们这是你们的那个珍贵的聊天记录，对，珍贵的没有，我们就是记在脑海中就好了，这么自然。下次直播了，咱们再看两条，再往下翻两条，对。好可怕呀！我的天哪，太吓人了，你们。这是本来就是作为一个正常人都能想到，就是你平时那个聊天记录，而且那两条还火了，你难道不知道吗？啊！但是我主要是我当时跟那个姐夫玩的时候，我想说我们好像都就是基本上他只有之前工作的时候好像就是会分开，然后我想了之后我们基本上天天都待在一起，就基本上都不微信聊天，基本上就面对面聊，我就想说这个游戏我就没有什么好怕的，然后姐夫跟他玩的时候就是他也很扫兴，因为我们就是非常的清水。结果这歹意一出啊，我们被拿捏了，被拿捏住了。之前你还在工作的时候的那聊天记录被翻出来。嗯，特别好，咱们就是再接再厉。不会，不要删，下次以后我们发语音，以后我们就不会再有这种的把柄了。好了，姐妹们，我待会儿下播去看录屏了。我也要看录屏。我其实算了，我不跟。姐妹们，我走了，辛苦了。好，拜拜，新年快乐。了不得了，可了不得了，可了不得了，真的一个个的成会了，一个个的，可了不得了，连无语。无语播了吗？今天看一下，看一下。无语，然后无语在哪里？他哪个号播的呀？他是连是连麦还是就是说是？我搜不到他。我显示他没开播，哎，无语下滑现在没有开播。他是哪个号播的？无语丧，叫无语连我吧。无语丧，无语连不到我，这猫叫的心烦。那是你没有养猫，其实猫叫就说明他在跟你沟通。他不叫我才害怕，他不叫就说明他不爱我了。就像我的狗狗一样，我就是狗狗，我的狗狗就是偶尔要叫两声，我才明白它就是爱我。它不叫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爱我。这个狗狗是谁？这个狗狗你说是谁？啊，等一下，我先连一下吴宇。我不知道，我这里搜不到它，我这里搜不到吴宇，不知道为什么，我这里显示它没有开播。吴宇桑，我搜了呀，吴宇。是我的语输错了吗？我看看，对着了呀，无语丧。
哦，搜看到了，他刚没开播，他刚好了吗？啊，跟我的管理秒出矿，秒出矿，嗨嗨，真的，木哥天天让我连你们，但是我今天没有播的，但是我有一天，我昨天晚上看到你在播了。突然尴尬住，怎么了？你突然尴尬，不是因为我这边在录屏，我这边录屏了，然后我能听到自己的回声，嗯、我把耳机摘就好了。你怎么了？反光？我这里打了一个光，看到了吗？所以没有看到，因为我这边没打过。嗯、有个光，我就是问我鼻子怎么了？嗯，啊啊。来呀，你昨天的狠劲儿呢？怎么了？要打我是吗？这个无语啊！我告诉你，打我给我上票，打我我也不能输。那个没事，没事，你那么多人呢，打不过。那个我们说了，我跟我的管理员打，他们肯定都不会给我上票的。我们是因为有要求，有他们想看的内容。什么内容啊？他们想看了，刚才已经看完了，刚才已经没有什么。没有，并没有，他们不想看那些。想看什么？你说。那个，你们如果输了，你们就把那个之前画的饼圆五个。啊？演五个是什么意思？演出来吗？圆五个之前画的大饼。哦、啊。然后，如果我们这边输了，啊、你先说嘛？你确定要先说吗？我们要是输了，让乌鱼，让我可没有啊！是你昨天拍桌子跟他俩要批的。如果我们这边输了，我就给大家整活。行。我给大家上台演。我想看整活，我也想看整活。不是你别跑，小杨。昨天老婆给我打点钱，我在咱们直播间里刷票来，快快快！然后我昨天在剪那个东北的那个我们回家的那个 vlog， 我都剪了一半，我都是很累，就是很辛苦。最近生病，还给大家剪我 vlog， 你还让我一次圆五个，太过分了！我的管理员就是想要今天就不是管理员，今天没有管理员。好的，圆三个吧，三个。三个可以吗？三个呀，讲个价。你看我妹头一回跟你 PK， 怎么能三个呢？为什么要减呢？对吧？你看你两个当作为哥哥是不是不可以？那就你得让妹妹。行吧，那行吧，可以，行吧，好的。你看你无名姐姐都来了。好的，没问题，没问题。嗯，我们今天他主要是想把小杨的东北话给散发出来。我的东北话都快被你激发出来了，已经。对，其实我其实我私下里跟他说话东北味还挺重的，其实。真的。是吧？我就知道你。他说话东北味可重。端着。他说他平时跟我说话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平时说我说话，那个嘎啦呆是什么？反正之类就是说的很过分。他平时他很粗鲁的一个男孩，他平时。那个东北没有多少在那给我炫，我在那给我，哎呦，你还知道大碴子味呢，可那个不错不错，小姚教的不错啊。对呀、啊、我来给他彻底带过去，就是带到那个味儿。对对对，棒，特别棒。嗯嗯，很过分，家人们。薯条姐姐问过程必买吗？不必了，就这样吧。对，我们不必买。行，就是。其实刚才我管理员，管理员，我的管理员看我太久没播了，就自己来播了。对对对，就是正主不那个正主不上，然后管理员上。太吓人了，我们确实是要输了，确实是要输。是吗？今天这把才，我感觉。是圆饼吧，但是你那边人还挺多的、啊、你看你那边还3000多呢，然后他们就坐着不动了。对，我们就在这里哥哥姐姐 在等我把那五个视频，哎，那我就现在就是剪，把我电脑拿过来，我就把那个三亚的给。没有，并不是说五个视频好吗？就是还有什么饼啊，我要求，然后视频是只是其中的一个。嗯，还有什么呀？我好像就只有还有一个。嗯，就是照顾好青青撒娇，青青撒娇叫姐姐，
哎呀，好可怕呀！我的管理员善用职权给自己谋福利，家人们太可怕了。没有，我是给他们谋福利呢，好不好？这个不行，我决定失败了啊！我申请重连一次，我自己去刷。你小杨，你别这样，性别卡死，你不知道吗？是是。你叫姐姐办事。嗯。行，然后那就来吧。五个饼。还有呢。分别是什么呀？要是必要是。那是一样一样一样来吗？来吧。好吧，那个画饼那个。你就是你完成任何一个饼都可以，你自己选吧。哦，那我就是把那个东北的剪出来吧，我明天尽量发。没问题，可以放过你。好的。反正剪完成一半了是吧？对啊，我基本上剪的差不多，主要是那个，就是我这次想换一种剪法，就是因为我之前都是按照那个就是时间来剪的，然后我发现有点无聊，我这次就是。随便剪的，就是片段。对，我现在是随便剪的，就是不按时间剪。其实挺好的，你不管怎么剪，然后大家都喜欢，真的。嗯，以后我就把原素材发上去算了，真的好累。对对对，然后就是粉丝自己剪。主要我们也不是专业的，我真的每次剪视频就很痛苦，因为、就是、没有关系，没看。那个底下评论都说呢，来把原素材发上来。我之后弄个网盘，我就把所有的那个素材，我就上传到里边。你们剪完发给我，我发到我的账号。可以帮我省一下那个什么，真的很累。就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不可以，你都懒成什么样了？剪个视频，然后你还要往外推。不是，我真的太，我真的很累，我真的剪，我们的毕竟不是专术业有专攻，毕竟我们也不是专业的这个自媒体人，嗯。但是我们的视频里是不是有一些就是不太能给所有人看的内容？我们视频里很多都不能看的，我们真的太那个了，嗯，全暴露了。是的，嗯。还有什么？就玲姐姐说的打咩，来吧，饼完事儿了，第二个叫姐姐吧。你叫吧，好，年纪小。不对吧？大家应该小。你年纪小啊，我就一百，我都已经十八岁高龄了。怎么叫啊？怎么叫？是要平时用我平时叫你哥哥的语气叫姐姐？你叫吧。啊，我润。来吧，大家快听好，竖起耳朵来听。姐姐。给你鼓掌来。可以了可以了，就是一声就行了，实在是不太行，不太擅长。快来救我老婆，快来救我。那背挺好的，你有背。好的。第三个饼，三个饼。你给叫跑了。哎。三个就是。压力大了。第三个是啥来着？叫的。啊，小杨东北话变钥匙，我的执念。什么叫变？这个是我职权了。东北话什么？变钥匙。变钥匙。什么意思？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都没听过。你有他那个号吗？来一点，太难。东北话。你现在上没上那个猫的那个号呀？可以。怎么了？我现在给你发过去。好。你听一遍，你就会了，你就知道了。那我看一下。我看看啊，是转发吗？应该是私信朋友，对吗？对。嗯，我看看。稍等一下啊。好的。你没关注他这个号是吗？没事，他关注那个青青的号。这粉丝太难带了，很皮。被发现了。谁说的？这届粉丝多好带呀！你看我们无欲无求。就是昨天我老妹儿突然直播了，然后她搁这拍桌子跟你俩叫嚣，就非得要跟你 PK。来吧，我念一个发给我就行。发过去了，你看吧，过去了吧？是这个啊。嗯，你顺一遍，你看一遍就大概能知道了。啊。你知道这个啊？这个这是什么？这是小品吗？会说东北话的就会说，不是小品，就是一种绕口令。啊，我以为是小品呢。小狼看小品了，真的。我再看看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东北人都这么喜欢看小品。小狼就是。你把锁闭。哈哈
到底梅梅梅梅梅梅女的说我也不知道梅梅梅男的说要妹妹你让我别别了别秃噜了咋整个个别女的说我个个别就个个别要是找坏了男的说我哦对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我突然一下子就大脑死机。女的说：“还有，看我个个也不知道没没没，就别啊。”我觉得可以了。钥匙好像没了，你把锁别别。到底没没没，我也不知道没没没。要没没，你什么？你让我别别别了啊！别别别别别秃噜了咋整？我要要别要要别你个个别，我个个别就个个别。钥匙找到了，锁坏了。我就是妹妹，你个个非得别的。刚才我个个也不到没妹妹，就别怎的了？别坏了再买一个呗。嗯、你撩了啥呀？你乐了啥了？我乐了啥了？我乐了，你乐了乐乐的，还乐了啥了？你乐了，你别乐乐了。下回妹妹就妹妹，没了就没了。我告诉你别就别哥哥瞎。别哥哥瞎逼了，我怎么不别哥哥瞎逼了啊？别哥哥瞎逼了，对，胖子，你现在不行了，你都没有天生的东北话纯正了。对他东北话反而比我好点，真的，我就是身体妈妈妈妈手把手教我说东北话，教我成为东北媳妇儿，我现在东北话老标准了，真的，我现在老标准了，可以，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啊，他们让你录个啥来着？闹铃。录一个闹铃。啊、哦。早晨的闹铃，起床的闹铃。就是录一个那个别别别。你别把他们吓着，然后一听这声，滋楞一下全起来上班去了，搬砖。别别的。我嘴唇干了，嘴唇不是我昨天不是发烧了嘛，然后我才好，然后昨天。最近一直就发烧，一直在脱皮，我身上，你知道吗？像个小火炉似的，嗯，一爆就是干燥，烫的我的那什么，就是，要不说燥热了吧。你别再提这个“烫”这个字儿了，我现在，想到微博去了，就给我烫燥热了，嗯，对，啊，他说的是那个说一句早上好，起来搬砖了，啊，就。你来吧，宝贝儿，到时候录吧，嗯。对着你到时候录吧，然后我给他们发过去就完事儿了。好的。OK， 这是几个了？四个了。嗯，还有一个哦，还有一个。哎呀，我有点不好意思，问他，他输了，问他，他俩被吓着了，真的吓到了，吓到我。你真的，你把他吓着了。不播。他俩。一瞬间就不说话了，一下就没词儿了，没电了。什么呀？就是，嗯，哎呀，我刚才给你发过去好了。那谁呢？豆子呢？你把他卖了，这是他的问题是吗？哎呀，那个字那个是啥来着？等会儿我切出去啊。好。嗯。应该是不是一些比较一百问？你们真的对我有一百个问题吗？你告诉我，五十个问题，我就是觉得十个问题就行，十个问题就可以了。一百问，有一百个问题吧？你对我们是那么神秘的人吗？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行程轨迹都是暴露在网上。好了，第五个是啥？就是他们有一个问题是这样说的，嗯，为什么我得出屏幕说，我有点不好意思，一会儿我脸就通红的，有点不太好。为什么两人一对视就会嗯，然后亲一下的时候也会嗯，因为就是说，因为他是烧杯，不是。因为就是说，这是一种怎么说呢？就两个字，就是享受。享受的过程中，就是不自主的一个声音。可以了 ，OK 了，就这样吧。行了，一会儿那啥了。好的，好的。可以了吗，宝贝们？好了。好的。对不起。嗯，管理该回家了，该管理该飘屏去了。再见，拜拜。拜拜。拜拜。
说你们到底想要听到什么回答？你告诉我。可以整个五十问。五十问就是，属实是有点多。因为怎么说呢，我是那种不太习惯对着镜头一直说话那种人，就是对，他们很多，他们有那种知识型的博主，他就可以对着那个，就比如说那个摄像头在前面，然后一直在讲东西，然后就是如果我没有互动的话，我干对着那个镜头讲的话，我会觉得有点尴尬。嗯，但是直播还好，因为直播我能看到你们暗中观察，直播我能看到你们的下面在那个留言，但是如果就是干对着屏幕录的话，我就会有点尴尬，我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哎呦。换动作了，想给他拍下来了、想听虎狼的怎么办？虎狼的就咱就是说虎狼的就在某博上面，王者出击，抖音上面我们就是一个安静随和，热情四溢，青春佳人，青春火。活力就是，对，我们就是一个唯唯诺诺、小心翼翼、谨慎的一个形象。谨慎的一个。我要进你的直播间了，宝贝。年后 ins 王者出击，我好久没有登 ins 了，因为我就发现，怎么说呢？因为我最近没有，因为我一登 ins 一般是有新的照片，我都会同步在 ins 上面。但是我最近就是还是在东北跟三亚拍的那些照片，我没有拍新的。等到过段时间，而且最近也。蛮严的，只能这样说。过年我们俩谁大谁小？你觉得呢？我比较大一点。他是指哪方面的？就年龄呀，还是说哪方面都是我大？不是吗？身高？你只有脸大。家人们，我跟你们说，昨天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昨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突然我就是我们昨天好像不知道什么在拌嘴，好像我突然我就问他说：“你没有看过阿衰？”然后他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他就说你才像大脸妹。我说我没有说你像大脸妹，但是你真的好像大脸妹。就是他昨天那个发型，我就不知道他昨天他没有留好，你知道吗？然后他好像没有洗脸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他就是穿的特别随便。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你好像大脸妹啊，因为他昨天就发了一张他跟他爸爸的一个合影，他说要不要把这个发在公众号上。然后我就说，因为他爸爸真的头很小，你知道吗？他爸爸有点像我这种脸型。然后我就说，你爸爸怎么比你的，真的比你好看这么多？我说你爸爸真的比你要帅。他说，他有一点，哎，没有，那没有，就是他就说，就这么说，他那个口头禅，就是我们老杨家啊，我就是还是我比较帅，就是还是我帅。然后他就是觉得我说他爸帅，然后我就说没有啊，我说你爸脸型也比你好，皮肤看起来也很好。然后他就非说，哎呀，那你不知道，我爸年轻时候那一脸那个啥痘痘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在跟我在那辩。然后我就说没有啊，但是你跟你爸一合影，就真的显得你很像大脸妹，你知道吗？因为我昨天就是真的觉得他很像大脸妹。我那个角度就是。因为我都还躺在床上，好像横着手机拍照，就是我的脸在边缘，它变形了，就是。当然了，我不否认，就是确实是有点像大脸妹。跟谁比了？和你一比，确实是大。你脸太小了，主要是。哎呀，家人们，大脸妹，我怎么这么多外号？章鱼哥、大脸妹、朵拉。你是卷发的时候像朵拉跟章鱼哥，你直发的时候就是大脸妹。还有什么外号呢？章鱼哥、大脸妹、朵拉，古天乐。哪有古天乐？你跟古天乐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你跟古天乐一样黑呀、没有，你没有他黑。之前他说我黑，然后就说古天乐。我是不是，这是不是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对，我之前说在那个谁之前，在那个大脸妹之前，我说他像野比大雄。对对对对，野比大雄。就是我那天他买了这个眼镜之后，他有一天弄了一个直刘海，然后我就说老公你真的好像野比大雄啊，你就说我就说你怎么跟野比大雄，你就是长得一模一样，你知道吗？他就是那，因为你知道他眼睛很没有神，他眼睛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然后他又很爱撒娇，就很爱哭，你知道吗？然后他那天就是真的很像野比大雄，我真的要笑死了。还有红皇后，
黄浩也是卷发的手洗啊。我觉得我还是很实事求是的，就是我不会硬说他像谁，我说他像谁就是一定是有依据的。他就是卷发的时候很像章鱼哥、朵拉还有那个红皇后，然后他直发的时候就是野比大雄，还有野比大雄长什么样子我去搜一下。你不知道野比大雄长什么样子啊？忘了，有点你没有童年，老公。啊，哆啦 A 梦啊，这个。对啊，你就是一模一样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不像吗，家人们？嗯。真的好像他现在弄了一下头发就还好，他真的不弄头发的时候他就是跟野比大雄一模一样，真的好好笑。他你看小次郎在后面干嘛，他在铲他的猫砂。不是小次郎，你看镜头里面他在入镜，他太久没有被摄像机拍到了，他就是男明星，还有明星光环，他想潜入一下镜。没错，是的。他怎么小次郎这么高楼猥琐呢？他的动作啊！我是野比大雄，不要靠近我。我是静香，我是美羊羊，喜羊羊你真厉害，沸羊羊你真讨厌。之前那个叫什么什么这样才叫男孩子呢，那个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什么来着、啊、什么这样才有男子气概、哎、你好恶心啊你。你看武藏在干嘛，武藏他每天神神叨叨的。嗯，吃饭的时候会放音乐吗？不会，我们主要就是喜欢天然的伴奏，听我们自己发出的声音就好。我们喜欢一些自然界的声音，自然的声音，自然的声音。我们不喜欢人工合成的声音。嗯，今天要皮影吗？浅皮一下吧。那个是怎么说了？男子气概那个就是不关心。在一起多久？我们在一起4个月了吧？嗯，10月份在一起的。对。4个月了，已经很快4个月。我那天还跟他说，我说我们在一起好快，都4个月了。但是真的认识了4年，在一起了4个月、嗯，就觉得时间真的蛮快的。嗯，很快就会在一起4年了，很快的。我不知道几点，我今天再播一下，我下了。嗯，其实我跟你们说，家人们，后面的猫其实是他早就跑了，只不过他那个片，他那个小方位卡了。采访一下主播感觉如何？就是牧哥真的很过分。牧哥就是不帮我打那些让我说那个要查我聊天记录的坏人，不帮我打查我聊天记录的坏人，真的帮吴宇打我，很过分，非常非常的过分。什么时候认识？这是我大学期间认识的。对，刚上大一大二那会儿。他刚上大一的时候认识的，他今年毕业嘛。什么背？别晃腿。好的。臭毛病一堆，下。那你把腿搭在我腿上，我就不会晃了。嗯。咱们在一起的，因为一些特殊的事情，他帮我处理一些，就是法律上面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嗯。你没有帮他，牧哥，你是不是觉得我跟 PK 的时候看不到对面的榜一是谁？我们一开始就是吗？不是，小杨，我是小杨的初恋。嗯，小杨应该就是，他之前应该也没有确认过自己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人。不重要，不重要，嗯、就是遇到了那个喜欢的人就好了。对、就是，小杨是一个比较跟从自己的心的一个人吧，他是觉得就是只要喜欢，就不管是男孩子还是什么样，就是只要喜欢就可以在一起。我基本上，我应该也不是吧，我也是后天的，应该是，就是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个觉醒的过程，你不可能
从一生下来就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你都是需要去就慢慢的认识一些人，就是有一些你会心动的人，你可能会对一个男生心动，你可能会对一个女生心动，所以我觉得不要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就说自己一定是一个这个或者是这个，我就是觉得这个都是就是要根据自己喜欢的人来定的吧，等你真的遇到你很喜欢那个人，你就不会再太过在意这个问题了。你看他傲视群雄，我只能看到整个房间的最高点，因为就是 PK 的时候互相可以看到对面的榜十。是这样，就是而且你的那个头像就正正的在那个 PK 的底下第一名，非常的显眼，就是在我的这个屏幕的正中间，你的那个头像不是双。我说了我是他的初恋，所以就是不管男生还是女生我都是顺位的第一名，就是没有时间再去证明你到底是喜欢这个还喜欢那个了，因为就是第一个且唯一一个，所以也没有什么机会再去证明，只要当第一个，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所以就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时间再去证明你是喜欢这个还是喜欢那个了，就是喜欢他就、啊、就得了。脸有点油，我是油性皮肤，我就是会脸油，没有办法。所以我在东北的时候我的皮肤就特别好，因为我在东北的时候干燥，很干燥，东北干燥， 对， 对，我很容易出油的那种。我因为我就是一般在南方嘛，我一般在深圳，然后深圳是很热，然后反正我是出汗比较厉害，然后我就是很容易出油的那种皮肤。所以我在东北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以为我在东北皮肤会很差，结果我就是刚下了飞机那个冷风一吹，我的皮肤整个一个清透无瑕，你知道吗？而且就根本就那个油脂分泌的很少，它就是刚好是那个水光肌，而且这个是光，对，这个是光。老师我还想说那个显着油是不是光打的事儿？对，我把这个光遮住了它就没有油了，它这个是个氛围光，遮住好看吗？不要，我就要这样，我就要油一点，油腻一点，油腻男孩。现在休息，再等一下休息。12点吧。小次郎经常这样的思考人生，发呆。对，他可能思考的是今天爸爸妈妈用的动作。乱说话。他和武藏也可以用一下。我用的什么？我用的海蓝之谜，他是。他是，我是，考虑跑建群啊，我们有群啊，我们群在微博，你们可以直接去微博那里进，然后抖音也有，他就在喝水，对，他就是口渴的小猫猫，他每天就是在屋子里面乱撒尿，然后撒完尿就去喝水，很恶心，是这样的，我就想就是把他摁在床上。打妹，他太气人了，每天天天乱尿在房间里面。小杨真的很爱虎狼之词，我不知道是他年纪小的原因还是什么样，反正小杨我感觉他每天他就是很要，他很要，就是我很愁。很要是什么意思？很要你自己知道什么意思，别给我在这装。别给我在这装，我警告。别装，不装。后面在干嘛？他们两个天天这个样子。谢谢无名的大炮，好久没有见无名姐姐。谢谢，哎，这个礼物就叫大炮，好像叫爱心发射。大炮。后面两只猫，家人们，我们自从把他的两只寄养了之后，他俩感觉寄养四天，他们就变得很奇怪。他们之前互相打架，然后他们最近就是咱就是说两只没有就是去铃铛的。公猫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就是经常会做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学我们，有可能是很奇怪，对，模仿，这是很正常，就是很经常发生在家里的事情。翔胳膊怎么了？可能是被猫挠了吧，被猫挠的，对，因为我们家两只猫，所以我想揍他，他不是给他会给那个猫掏耳朵嘛？因为两只猫耳朵里有点炎症，他会用那个东西给猫掏耳朵，有点闷，然后就经常被两只猫闹，我也经常被他们两个闹。
不过我挠是因为生气被他们挠的，因为他们老尿到我们家的窗帘上，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要把他抓住，让他闻他那闻尿的那个地方，让他记住，闻他不让他尿，然后他就会抓我。嗯，但我估计他不会长记性的。打针不用打，我们的猫打过那个了，打过疫苗了。嗯，对，我们猫打过好多针疫苗，我们三连打了，然后那个狂犬也打了。你咬嘴了吗？不许咬嘴。他们两个就是非常的非常的甜蜜，让我非常的嫉妒。嗯，我们两个不甜蜜吗？你嫉妒他们？你有点小坏，有点 bad bad。 你不就是爱我的 bad bad？ 一般吧。咱就是说，我们明天是不是要我们俩多营业？我们之后，我不是说嘛，前段时间我们是我是陪他回了一趟东北，然后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直播，因为每天都在陪他去三亚去东北。嗯，然后就是前天发烧了，高烧。前天下午回杭州之后就开始发烧，然后今天才好。很夸张了，算是。一般来说都是天天播，然后或者是隔一天播一次。嗯。最高的时候39.5度，39.2度。就是本来是想播的，因为回杭州了嘛，本来是要播的，但是因为就是身体不太舒服，然后就没有播。嗯。就大家如果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可以关注一下账号，然后关注一下我的账号，然后点一点右上方的小星星，点一下头像旁边的小星星，加一下粉丝团，然后之后就基本上会每天都直播，然后就基本上也都是10点左右播吧，然后就可以来看就可以了，然后具体也会在粉丝群跟微博的群里面通知。嗯，为什么谢谢加入粉丝团，谢谢大家团宝贝。嗯，为什么大家都在要你反攻？谢谢关注。为什么反攻？因为你就是大脸妹。就是大脸妹本妹。谁1.5米？我1.8米好吗？反攻大脸妹。对呀、啊，我整1.8米好吗？反攻一下大脸妹。对，这个样子的。我的就是视频一般会发在抖音上面，但是抖音发的视频都非常的唯唯诺诺，然后就是比较平时的一些日常。就是文字版的，一般就是你们想要看的基本上都在微博上，然后图片的话就是比如说抖音里面发的抖音里面发了一些卡点的图片，一般发在某书上面。嗯，对，某书，因为某书的画质比较高清嘛，然后也方便大家保存。然后一些 vlog 就是比较10分钟以上的视频，一些日常，比如跟他妈妈过几天，跟他妈妈前段时间跟他妈妈在一起出去玩的时候的日常，都会发在那个小破站，就是B 开头的那个小破站，粉色的那个上面。嗯，对，基本上就是只有这几个平台，其他平台就基本上都不用。嗯，也不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擦亮双眼。嗯，他那天说我是大脸妹，我说你就是阿衰，他就有点像阿衰。我是阿衰，那个脸就小小的。我是风间，但是他比阿衰好看。阿衰是卷毛，他不是。小杨是整两米，对，他是直毛直发。小杨我不知道是，但是我这次去东北确实发现大家都很高，就是1.85米以上的很多，但是2.1米的他确实也蛮高的。对，因为他就是我陪他基本上在杭州，我们只要去商场或者去哪里，就基本上都会被问，就是有些老大爷啊，那种老大妈呀，都会来问他说，哎呦小伙真高，你有多高呀，你有就是有1.95米吧，然后他就说2.1米，哎说哎呦真高真高。在东北就没有人问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知道是东北大家已经看习惯了这个身高的。嗯，就是感觉在东北好像就是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就是男孩子长到这个身高断摔。你断好恶心啊你。我是羊脸妹。呕了我呀。我们两个对要相爱相杀一辈子呀。哎，谢谢马团的，谢谢那个吉他，对的吉他，对北方高个子的，我想挺多的。嗯，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就是阿衰和大脸妹还更新吗？这个不，这个漫画还更新吗？我不知道，不更了已经。嗯，当时真的好喜欢看。嗯，
好像是没了啊。对，是这样子的。公众号更新，那你们催他吧，他是个要更新啊，公众号肯定要更新啊。Miss 会更新吗？你的头发确实该剪了，长了。嗯，我帮你拨一下。我头发长不用，我头发长很快的。这样。哎呦我天！现在像三毛，更像打脸妹了。你这两个头发，哎呦，不好意思，两个头发这么咔一分，更像打脸妹了。嗯，这是干什么？怎么感觉越播越丑呢？这有点像野比大雄了啊！可以了，可以了，就这样分开吧。今天没怎么弄，这样可以的。嗯，这样好看。某书叫什么？同名啊，跟微抖音同名。嗯，这样是愣了吧唧。小次郎在上面睡着了。是的。对。公众号是哪？公众号就是微信公众号呀，微信公众号叫卢比肯河。嗯，咱不能说那个啊，不能说卫星。不好意思。嗯。皮影，皮影，我们等到十二点吧，再等九分钟。嗯。啊，快十二点了，这么快？嗯，挺快的。为什么叫今天就是浅播一下，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典故，我就不解释了，以前说过就是卢比肯河的典故。对，但就是什么时候下播，快十二点的时候下播，换成养胎吧，因为现在还在备孕，就是还没有瓜熟蒂落，等到瓜熟蒂落的时候你这什么小词儿，宝贝儿，瓜熟蒂落的时候我再换成养胎吧。想我今天发了哦，那个照片呢、啊？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照片，就是可能是当时光太刺眼了，就是没有拍正脸的，就都是背影，所以我就是没有挑到一张很好看的照片，我就直接 leave photo 转视频了，然后我就直接发了视频。他们说哪一个？就是我今天发这个视频，已经开始期待夏天了的这个视频。最后前面倒挺好的，最后这个。不太好，最后一个不是你发的吗？最后一个是我给你拍的，但是发出来不是很好。怎么了？这不是你拍的吗？是我拍的，但是发出来就是说，这个姿势就是有点过私密性比较高，这个姿势。我觉得还好吧，嗯。我挨这个 TikTok， 因为就是不是说前段时间在东北陪他爸妈嘛，也没有拍那种很，是在三亚是有拍那种比较出格的。之后 TikTok 应该就会也会更新了。是的，我们现在的水果一般都是白天吃，因为晚上太晚了，就是十一二点吃吧，就是有点果糖摄入过高，对皮肤啥的也不好。是的，然后我们一般都是白天吃。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水果我都拍了，拍了之后就是记录一下生活的。天蝎男好像都是这样，反正我认识的天蝎男都差不多是他这个样子，就是蛮可怕的。嗯，为什么叫备孕版，可以去某博上面看一下 WEIBO。 嗯，某博上面看一下，这上面不兴说说的话我的号不保。备孕版马上就养胎了，那是多少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身边天蝎的男生挺多的，天蝎的女生也挺多的，反正感觉天蝎男生跟天蝎女生还是差的挺大的。对，天蝎的男生确实是、嗯、哎呦他怎么跑上来了。天蝎的男生确实感觉都差不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天蝎就是有人说天蝎是掌管，我是射手座，我是最好的那个星座，就是最专一最纯情的那个射手座。我也是。你是就是有人说不同的12个星座，不同星座掌管不同的器官。嗯，然后天蝎座掌管就是那个器官，我就不说了。我掌管的什么你悄悄告诉我。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天蝎是掌管 X 的那个。真恶心。X 那个器官。
射手座就是很好，射手座就是很纯真，就是像我一样单纯。对，我觉得天蝎男跟天蝎女真的不一样，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身边的天蝎男跟天蝎女真的感觉不太一样。天蝎男确实，就是天蝎男真的都差不多，但是节制节制，放心大家，我会节制的，会节制的，会的，是东北的，我是东北的，会节制的。我们快十二点了，我们可以等一下准备去皮一下。这五脏怎么这么的癫狂？不知道，五脏就是一个比较癫狂的一个小猫猫。不如我的大儿子就是听话懂事。我真的觉得他是那要那个了，去世了他。势头的势，势力的势，势力的势。嗯，抓紧给他去世，就是去小小铃铛了要。不行，他必须给我，他必须让我当爷爷，必须给我生几个崽子再说，必须给我生几个孙子，让我害怕，让我一享天伦之乐。他在皮影戏是什么？你再等三分钟就可以看到了。你再等三分钟就可以知道皮影是什么东西了。谢谢小星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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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去准备了。啊，你先弄好吧，我等到二十，我等到再等两整点过来吗？还没有我，嗯，你今天白天可不是这么说的。我说你是香香啊，香宝宝，香波波。你真的是这么说的吗？对，我说你是香波。啊，大儿子遗传了你了，你是香波。我就抱着他就想亲他。过来吧。我平时护肤吗？我肯定会护肤啊。再等一分钟。把我手机给我吧。虽然我出去了，但是我要在那直播间里待着，我要看着直播，我要偷窥。有血丝了，对，昨天有点发烧嘛，所以今天状态有一些疲惫。嗯，这五脏一直在，我去看一下他是不是在外面的窗帘滚腻到了。你看一下。倒是没有。明天播嘛，应该会播。嗯，谢谢大家加粉丝团，谢谢加粉丝团，谢谢薯条姐姐的爱的纸鹤，谢谢大家，谢谢纸鹤，谢谢。今天没有开背景音乐，对，这几天我老是忘开，不知道为什么。宝贝，嗯，他们都说你有运相了。我哪里有运相了？你告诉我。谢谢比心，走吧，58了，走吧。这个充电器拔一下。来，爸爸。90%的人在这个的时候头都会往右偏，我去，你也是往右偏的。
可以了。下播了，下播了，家人们，有正事儿了。